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进。哦，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哦，就是持续的一个上涨，再创新高。Bingo， 短短两天，又是150点，完全掌握，真的是恭喜大家。哦，那么从7月9号以来，哦，我们可以看到哈，哦，当时候的一个7月9号。因为啊胖头子的一个事件，使得一个指数再度的一个震荡拉回，来回测10680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指数的一个拉回，当全市场的一个专家，很多的专家，又开始装鬼来吓你，又在每天恐吓你说，将有大西坡下杀，让你一路的一个担心害怕，不敢进场做多买股票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当时候啊，大师兄怎么告诉大家的？我就跟他说过，我说只要守稳10637，颈线支撑不破，以及6月19号的一个缺口不补，就是持续震荡往上看。甚至当天的一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啊，明天啊，进入了一个时间关键转折，多头将渴望有全力展开全力大反扑。结果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啊，这一波的一个大盘从10680点，就是一如我们的一个规划，连袂的一个大涨上来，不过才短短的一个几天的一个时间，再度大涨200多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啦，我们又再度的一个这样完全的一个掌握，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然后随着一个指数啊，7月16号。指数来到了10899点，来到了一个关前，当时候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来到的关前最好怎么样，指数最好不要涨太快，来到关前稍微震荡整理一下，慢慢来慢慢涨，整个的一个结构才会更漂亮，才会更健康，果然你可以看到啊，大盘指数就是一如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震荡的一个拉回来，当看到指数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很多人又在装鬼来吓你的时候，当时候我就透过唐代的诗人李白的一句话，我就告诉过大家，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当很多人认为指数还要再跌，指数还会再杀的时候，大师兄就跟大家说过，我说其实行情已经怎样悄悄地展开了，其实行情已经悄悄的一个涨上来了，所以我在上礼拜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只要守稳的一个短线的一个关键支撑不破，10745到10774不破，就是震荡往上看，只要能够站上关键支撑10875，就是直接往上攻。结果我问各位啊，今天的一个这两天的一个大盘指数有没有直接往上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大涨上来？很清楚齁，上礼拜五大涨，今天持续大涨，短短两天的一个时间又大涨了157点，完全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之中，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大涨上来之后，后市的一个行情会怎么走？后市的一个行情又要怎么看？其实很简单，大家仔细听好，虽然呢，如果指数再来回补前波5月6号11005点到11018点的一个缺口，指数如果再来挑战这个缺口回补掉，那么短线将易有震荡，所以在策略上啊，就要懂得买黑不买红。但是如果有震荡的话，我还是老话一句，这是你的机会，这是你挑好股买主流赚大钱的一个好机会。为什么？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呐，不论是从最近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讯息面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啊，在美中的一个贸易战。那么最近双方也释出善意，
哦，那随时也渴望展开面对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谈判啊，包括美国的一个联准会啊，这次的一个怎样的一个降息的一个动作，哎，在经济的一个表现还非常的平稳之下，如果这次美国联准会降息，那是不是会导引整个的一个资金面啊，处在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啊，包括的一个这样美国的一个企业啊，也怎么样，也为华为啊的一个松绑起命。哦，还有日韩的一个贸易，川普也表示，他愿意做入怎么介入来做一个协商，甚至包括的一个经济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从中经院根据中经院的一个报告显示啊，下半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台股经济将渴望倒吃甘蔗，越来越好。还有从整个的一个产业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全资股的一个晶圆代工龙头。哦，那么在这次的法说会对第三季的营运哦看好，而且预估可以季增 17.4 到 18.7%、哦、而且第四季还会比第三季还要好，上游好，中游下游也会跟着好，甚至包括波罗的海的一个指数，它也是啊被常视为整个的一个这样经济的领先指标。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波罗的海的一个指数怎么样的一个上涨的啊，包括的一个铜价的一个指数，从六月初啊落底之后，也开始的一个缓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升上来。那么这些啊，加上的一个这样高达于兆元的一个股息活水，以及啊包括的一个台商资金的一个回流。再都有利于整个的一个台北股市持续往上做推升哦，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哦，在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如果说因为你的一个担心，你的一个害怕，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路以来你错失掉多少让你可以啊翻身赚大钱的一个机会哦？就以啊我们啊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啊，我们啊。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哦，我要洗金价后股票，股票金价后哦，你可以看到，不论是从台表科，从年初的一个三字头，带会员朋友全力重压买进，这一波大涨上来，再创 74.7 哦，含 1.3 元的股息，波段的价差足足就超过一倍，我相信大家也应该都赚到了哦。如果你没有赚到，你是不是更要懂得来找我？哦，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这样机会，这么好的一个股票，为什么你没有赚到？我想你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包括中美金，包括泰硕，包括的一个康控 KY 裕泰、圆满达正，哦，价差都超过多少？都超过三成，超过四成。哦，你可以看到啊，从六月开始以来，我们一路上跟大家。哦，推行的333的一个这样啊，一鱼三吃的一个计划哦，你可以看到啊，一档股票我们不要多三成就好，两档三成，三档三成哦，你的一个财富很快的就能够倍数翻哦。相信最近有加入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容的一个投资朋友，那最近应该都赚得很开心哦。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性能高哦，从60块到 71.5 价差也都有将近两成，还有水电工的一个最爱价差也都有将近快15%，包括的一个四季钢哦，你可以看到高档开清获利出一半之后，价差也都超过17%，而且这一波的一个行情更令人漂亮的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哦，指数在这个地方我也不希望它涨得太快哦，最好它慢慢来啊、哦，慢慢涨。但是你可以看到各大类的一个族群都有带头大哥持续的一个这样领军往前冲，不论是啊晶圆代工、晶圆博化的一个升阳半呐、包括 3D 感测的一个网帽，甚至再到我们的一个表面粘着剂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表科啊，还有微机电呐、等等的一个个股，以及干细胞的一个训练今天再创新高，我相信大家啊都看到了。而且今天更令人开心的就是啊 ,ASIC 设计之王的3443的一个创意。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档的一个创意今天开心赚涨停。啊、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创意，我们啊从7月15号我相信证据理由都在这个地方。7月15号啊当天233买进。买进之后上礼拜我不是压下来吗？压下来，我们买进之后啊，小套一下哦。那么上礼拜压下来，甚至啊有会员会问说啊，老师啊，创意啊压下来、到底有没有问题？到底
要不要紧，我就跟我的有会员说，哦，根本不用担心，根本不用紧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续报不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嘛，台积电报喜最大受惠者会是谁？就是创意嘛。然后包括的一个这样第三季的旺季来临，包含的一个7奈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委托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订单，还有比特币的一个大陆，比特大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晶片的一个集单的一个涌入，都会使得创意第三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营运出现季增双位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格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才叫做布局。布局之后，今天就是开心赚涨停。哦，别人带你看到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带你去追涨停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带会员朋友的。我们领先市场布局，哦，布局之后，今天涨停板才能够开心赚。哦，说到这一档的一个股票，真的啦，各位要给我们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一下。因为这一档的一个股票，我敢说，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去年带会员朋友做三趟，今年这一次加这一次，今年四趟，总共七趟，哦，从来没有失手过。我相信所有会员朋友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从去年哦三趟的累计价差，一张价差就达到92块。哦，这是去年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低进高出、低进高出的一个价差操作。然后今年也是一样，低进高出、低进高出的一个价差操作，三趟累积价差41块。哦，如果加计这一趟，你看今天开心赚涨停，一张价差就 15.5 块，卖多你敢你敢买十张就好，十张就偌济，一转眼的时间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 15.5 万。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哦，这也是我们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一个地方，哦，你会发现啊，大师兄都是啊，实在讲，实在做，一切一切都敢讲在前面，这才是你要的分析师，不是吗？那么重点来了，继台表科啊，大涨超过一倍之后，那么下一档台表科的一个接班人，哦，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哦，大师兄都在喘后啊！我常说啊，做对一档胜过乱买十档。哦，那么希望这一档的一个台表科接班人，哦，希望你要能够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哦，比如说我在上礼拜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档股票，你看都是在底部啊，底部啊，哦，就开始打底出来，开始从容的带着会员朋友布局。哦，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让底部布局，哦，是不是想不赚都很难？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它多漂亮啊，不论整个的一个营运是怎样持续向上，而且量能才刚刚慢慢的一个加温，再来包括这一档的一个快打旋风，哦，会不会像快打旋风一样，哇，旋风的一个速度这么快，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哦，你可以看到这档也是一样底部布局，哦，均线走多漂亮的一个打底，哦，那么一切尽在不言中，也是在上礼拜，老师跟大家所分享一档的一个股票，哦，那么想要把握在底部进场，哦，能够开开心心的一个赚上来的投资朋友，哦，真的是要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哦，就像啊，我们啊，在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台表哥，我们带会员朋友所锁定的台表哥。哦，你可以看到从底部布局这样一波大涨上来，足足价差超过一倍，哦，100万让你可以变成200万，200万变400万，400万变800万，这就是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所以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想要把握下一档台表哥的接班人，欢迎预约台表哥接班人的一个绝佳大买点的一个好机会。哦，如果你想要再把股市里面所失去的要加倍百倍奉还赚回来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这一档台表科的一个接班人请务必要赶快跟上脚步，哦，还没有加入的一个 LINE 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好朋友，来 QR Code 扫描一下，哦，扫描一下，真的要赶快，哦，标股一档接着一档，哦 David 哦大师兄带你来掌握更多的好机会，大师兄用标股来帮你写日记。那如果说，哎，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哦，直接打电话进来，23219933，
23219933，哦，欢迎呢、啊，哦，跟着大师兄的一个脚步，一起干大事，成大业，赚大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